那呢，我们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，不过最后还是要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就是有任何的疑问，有任何的问题，或者是你想要问蒙面人啊，神魔之塔该怎么打，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你还是一样可以写信到我们官方网站，可以吗？可以在粉丝团留言，或者是留一些讯息给我们建议这样子。对啊，请大家可以多多加入我们的粉丝团，然后帮我们分享一些我们的资讯给大家，那我们都会将最棒最新最好玩的游戏呢通通介绍给大家。那如果你有任何推荐的电玩名人也可以呢写信推荐给我们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当然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征求更多的主播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这样。因为我们都有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说，如果你自认为你的游戏打得非常的好的话，都可以自己写信来报名到我们的电玩名人堂的来宾。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来就是当主持人的话，就不用写信来了，因为有我在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呢，我们最后呢，我们的那个 call in 就接到此为止了。好。好吧，就到这边了。好，那呢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呢我们麦咖啡的官方网站的官方脸书，那我们都会将最棒的资讯提供给大家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！今天非常谢谢呢我们的蒙面人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大家拜拜喽，再见。